只要使上劲儿，手要放松。我只是射着玩，又没打算考锦衣卫。你今天要是能中一次吧，我请你喝酒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字第一号牢房。只要被关进这里，不打不骂不三年，便会将什么事儿都招了。我这个人没有那么硬头，见了美色就什么都给忘了。 告诉我，你和刺杀皇上的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我来京城是投亲的。我给你几天时间，到时候给我答案。